中市刑大侦八队侦办毒品案，发现嫌疑人以通讯软体微信昵称解忧杂货店推播隐藏版特殊茶款，每盒5000元，紧绷饮品500元，买五送一，买十送三等广告讯息，疑似贩售毒品。经警方持拘票及搜索票，将该贩毒集团5人查缉到案，并查扣第三级毒品 Ketamine 分装袋、磅秤及手机等证物。案内犯嫌自知法网难逃，均坦承犯行。上述广告讯息意指贩卖 Ketamine 及毒品咖啡包。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，经检察官侦结后起诉在案。